我们现在已经在卫城的下面，巴黎。I lose my breath whenever I see you. You stole my heart, what is it that you do? 这是怎样？天哪，我要被吓死了。真的是先需要一杯咖啡，偏苦哎、欸。对、啊，它奶泡很多。我今天呢快要被自己气死了，因为刚刚我在那个飞机上直接睡昏倒，然后我是想要看那个雅典的市景，说就是飞机飞下来的时候的样子，结果就没有拍到，超难过。重点是我们刚刚走过来这咖啡店的时候呢，我们目睹了一个画面，余悸犹存。哎、欸，它那个整批的那个鸽子都在电线杆上，我被吓死了。我等一下这里吃完东西之后呢，就要走去那个去晃晃，去进城看看。我们来避暑，结果就发现邮局有超级多种邮票，超开心的。你好，这两天大家你们觉得这个是监狱车吗？这我是怎么样的给我整修？视角不错不错，那旁边这个也还行，这边看起来蛮不错的。哎，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有一个原则？我们有阴影的在走，好不好？很热，30几度 ，Hello， 30几度，我真的不用想，我要回台湾，热疯了。这个好酷哦，这个触感很帅耶。这里全部都是大理时期的，真的超级酷的。说这里真的超级酷的，不知道是船玩的火炬是不是都会放在这，超帅。推算下一届应该是放在这里。欢迎收看两个人32度走在这个奥林匹亚运动场里面，热到快死。等一下去吃 ice cream 怎么样？ OK， 这里还可以拍前三名呢。破皮啦，很热，超热。哇塞，这个好惊人哦！这里又有很多旧邮票了，大家傻眼，这个就是我买的，我在那个邮局就买这个，它这里卖30，超贵。刚好这里蛮便宜的。哦，哎、欸，你26岁要不要保养一下？说我暗沉哎、欸。超酷的，随便走一走就可以来到一个遗迹，太帅了吧！这个好像是以前的图书馆。喝果汁很赞呢，很好喝，果然还很多人。说我们可不可以去搭缆车？我们不要爬山好不好？你想爬山吗？可以不要爬吗？好，我们不要爬哦，不可以爬哦。好 ，OK， 去搭缆车，先右转。好，为什么我们说好不爬山，还是在爬？好累。哇塞，我在第二层已经超震撼了哎，还可以再往上哦。刚刚不是在排上面那间烤肉吗？结果就看到每一个人人手拿一个那个烤玉米，我觉得很不错，我就直接问，然后他们说就是在前面的摊，我来找找看。在这，超台湾的耶，有柠檬口味，超级酷的。你们说我买到了，而且还是柠檬口味，我觉得很酷耶，回去看看好不好吃。我们都买到了，超夜市的。哇，这厕所不错哎，很大，但是我不推荐，这一区有点危险。雅典的第二天，我们今天呢来参加了一个团，
然后这个团呢，我自己觉得还蛮期待，因为它很特别，它会带我去就我们以前在历史课本上面学到的那一些，很期待看到他们本人呢。大家，我们现在已经在卫城的下面了。我刚刚看到那个卫城居然在整修，我心凉一半，好难过。真的已经超久没有跟团，所以这种感觉其实还蛮新鲜的。但觉得导游好辛苦哦，大家在敲碗的那个外语导游，我可能先考虑一下。这间听说很好吃，买了这个看起来超好吃的哎！哦，好酥哦！整个校园有分很多不同学院，结果没有，它只有一栋。它就像这个是学校的门，然后这样子工字形到这个底，就是整个大学了。那肯定是学生压力太大。这个价钱是怎样？已经结束那个 tour 了，然后吃个午餐。我吃这个 bagel， 感觉不错呗。都是卖这些，这个一定是在考我大学读多少书。Try to believe me when I say that you can tell me